雷姓男子骑车来到游艺场前，仔细看，他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，连脸都用头套蒙起来，只露出了两只眼睛，看上去就不像是来消费。果然一进门呛瞎，我有枪，我要抢劫，得手10000多元，又冲出店外扬长而去。林贤本身平常就没有工作，常常自该店消费啊，所以说当天因缺钱花用，才会戴头套自店内行抢。原来是游艺场常客，对地形熟得很。男子生怕被认出，还戴上头套，就怕被认出来。但这一双眼睛，远景可忘不掉。原来男子前科累累，还是辖区的毒品猎管人口。果然，犯案后2小时，在距离现场不到500公尺的旅馆内将人逮捕。依现场监视器一眼即认出，该名犯嫌是林贤，是辖内治安故意人口猎管人口。37岁林姓男子坦承，长期失业，缺钱花用才会行抢，担心失败还碰轰呛瞎，说自己有枪，没想到得手后短短2小时就被警方锁定身份，逮捕归案。田乐文斌云林报道。